我想报警。佢话佢系因为想呃我钱，所以先接近我。佢仲话今次系最后一次揾我，我惊佢出咗事。你冇嘢啊！你呃人喺度自己中招。你咁有良心咧，我真系惊你瞓唔着嗰阵时走去差馆爆晒我哋啲嘢出嚟。迷惘今晚8:30，翡翠台。